六月号讲的是力量，女性温柔却坚定的力量。我们想用一种优雅的方式去诠释力量这件事情，但是我又不想要让它太安静。后来摄影师钟林跟造型师林志强就提议用体育作为切角，我们请了本身也热爱运动的模特儿刘星宇来演出封面故事的主角，搭配着三位游泳健将林建良、吴俊峰、蔡鼎荣，以及原本要参加今年东京奥运的空手道选手文姿云。